我是舞台2023推荐人周深。我们的人生也就是一个舞台，人类往往通过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选择而创造了非常多的奇迹。那你们做好那个选择，走向你们的舞台了吗？去往所有命运风暴之中的盲童，你来自火山之热与苦海的深海，生本就是意外，硬币翻雪为尘埃，为侥幸可以相爱，造了船一座山，出征是古老的宿命，人将赤足踏入夜晚，只有我可以来决定我以何种姿态，让死亡之我，让恐惧亲吻我，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，就任夺不走我的选择。摧毁